这是高雄，在这片土地的人仰赖城市生活，而城市依靠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持续前进。在这背后有个产业，用台湾欧趣陶给苦干实干的精神，支撑着高雄屹立不摇。高雄冈山几十年来为全球客户提供高品质螺丝螺帽，素有螺丝窟的美称，每年多达700多家的扣件厂商，带动着高雄的经济发展，全球出货量位居前茅，让台湾享有扣件王国的盛名。我们拥有稳定且大量的生产线，随时注意品质的检测，从螺丝的成型、热处理、电镀、包装，一条龙的产业聚落，不仅仅种类繁多，还有高效率的交货状态，汇聚了许多优质人才，衍生出高效率与灵活的应变能力，不仅能创新客制化商品，更能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。自1950年代发展至今，高雄冈山从最早的螺丝王国，走向汽车、航太等高阶应用领域。近十年来，再注入医疗科技，朝人工牙根等医疗器材迈进，打造台湾医疗矽谷，让人看见台湾产业转型的惊人潜能。扣件不仅串联了机械的各个部位，同时也紧紧地连接这片土地上的心。日常生活中，扣件时常被我们忽略，却又扮演着重要角色。我们居住的建筑，我们所搭乘的汽车、轮船、航太，都与扣件息息相关。我们拥有相同的目标，希望高雄更好，更上层楼，整合高雄扣件产业，从不起眼的碳钢螺丝，到尖端科技的人工牙根，都证明了高雄扣件不变的灵活与弹性。期盼 Made in 高雄扣件持续发光发热，为全球扣件产业创造更前瞻的未来。